扎裤子是什么？哦，不是，扎裤子那都是我成年后的事儿。没事，就反正是过去的事情了。以后可能还会发生。再说。上会火就会火，会火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期会火营业厅的营业生 Rise 夏之光，营业我是认真的。组里有对啊，对，组里有采访过，对。平时的体重。熟悉的配方来了。猜是谁？今天的人是谁？好，这位是周震南。娱乐圈知名女艺人。知名女艺人，知名女艺人，这又不是我们队员，我又不看知名女艺人的小时候，我怎么知道会是谁？你看过四个字。迪丽热巴的小时候好可爱。这蒋孝文。真的，你好厉害，因为他还戴白口罩在我们团里。这是在海南的时候吧？这是赵让、刘野。谢谁啊？赵磊啊！天哪！这就是赵磊。嗯。这我怎么知道吗？这。拜托班长里有他。拜托班长里有他，没他，我也不知道他是谁。这三个字好多，周艺轩是吗？这位为什么这么发自拍呢？谁家有蓝猫？我怎么知道谁家有蓝猫？谁家？林日二。邱鸿凯。啊，斯外格。斯外格，他的这鼻子好像好不像斯外格呀。夏之光啊，我本人啊，不是，这不是，这何洛洛啊，因为我记得那天他的宝石是带颜色的，好像是谁叫？风楚月。哎呦，我天。是吗？我自己不知道，我拍的时候没感觉他是小甜剧，他因为是涉及到高中生题材，所以他没有写的很那什么，只是把两个人的性格和关系写的特别好，比普通的那种说就是硬塞，就比如说什么突然什么强吻啊，然后突然壁咚啊，突然什么搂过来那种的，就挺做作的。这部剧它特别好的点就是在于说它是两性关系的一个正经的交流，真诚的输出。它就是剧播出之后，有没有看到让你印象很深刻的评论？有，就是有一场是抱着任采希从那个化学课里面出来之后，然后受伤了，然后他帮我涂药的时候，那个光打得特别美，是一个夕阳光，然后黄昏的感觉，然后配上，就是我腿毛比较多，他帮我涂的时候就全是腿毛，然后评论里全是怎么那么多毛，黑毛腿，什么的各种，对。这里面是演一个女医生嘛，大家经常会觉得女生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。我觉得这么绝对的人才是四头脑简单。那我们准备一个题。你该问李贺，问我干嘛呀？我又不是体育生。下午茶菜在此盒中，下午茶在第三个盒中，就是问哪个是真的便当是吗？因为这三句话只有一句话是真的。一和三，他不是都说了下午茶在此盒中吗？下午茶应该在第三个里面吧？这是你告诉我的。嘿嘿，评论区有奖竞猜，到底在哪个便当当中呢？就有粉丝看到那个李贺嘛，然后就说这种憨憨的大狗狗，我想要一只。你知道这个狗狗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狗啊。对，现在就很流行犬系呢。你觉得你是吗？我觉得应该还是挺像的吧，李贺这个角色。那你觉得是哪一种狗？这我不知道，萨摩耶应该吧，就是它挺好看的，挺可爱。为什么不是哈士奇了？为什么是哈士奇？因为哈士奇是学校三傻。哈士奇是学校三傻什么意思？哈士奇就是傻狗。学校三傻是哈士奇，还有谁？阿拉斯加。对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算了，不重要。那你还问？有没有那种让你觉得很尴尬，脚趾抠出一个城堡那种台词？这我是真的是记不住了，快一年了，这真记不住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是城堡吗？什么城堡？就是很尴尬的意思。哇，你们的网速太快了，我跟真跟不上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夏之光，你变了，你再也不是那个八戒冲浪的少年了。一骑绝尘，对吧？一骑绝尘。看这个。哇 ！Action！ Oh my god！ 买它，一定要买它。这个双击，妈妈的。是因为是王子啊？你盖到了吗？不是，你要脚抠这个城堡，他不一定是王子。行吧。你自己有看你的尾戏吗？因为他现在点映厅里播的。嗯，没有花钱看电影。看了感觉怎么样？挺羞涩，然后就给他关掉了。哎，你们当时拍的时候 NG 了吗？没有 NG。一条过了？不是一条，是拍了好几个角度，对，但是没有 NG， 因为两人都不动啊，两人就是这么样。然后导演在后面监视器，你们动一动，动一动，俩人还是不动，动一动，动一动还是不动，哎，算了，摇激动吧。鸭式跑是什么？就是鸭不能跑下来。啊，哼，谢谢。就当是夸我了。这里面有那个当事人，当要颁奖
baby， 当时我不会弄 Q 号，小姨给我弄的 Q 号，草字头的加一个贝，反繁体字，然后还有个什么笔是，也是繁体字的一个笔，就是 baby， 那是我小姨嘛，不是我，小姨莫名被冒犯的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应该是打篮球吧，他今天打了一会儿之后发现不是帅不帅的问题，是真的好玩。现在但篮球不爱我，就还是没有办法去打篮球。对，前两天跟队员们打篮球了，就对我被篮球打了，嘴巴里面打破了，现在成溃疡了，好痛啊！真的是一个好惨的故事。是的，我受教没感觉吗？没事。那你最近有学什么新的储备吗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会变吗？那没办法，人这法令纹都越来越深了，人肯定会变。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小乌龟，所以现在还可以用这个图来说这句话。这句话当时我记得是自己临场加的，对，其实里面很多的情节还有台词都是临场加，也是跟大宝老师还是跟林旭佳还有就然一块，就是有时候就自己加的一些动作一些词。这个词我现在也模仿不了，模仿不了，模仿不了。嗨，大面斗，我懂。那就是喜欢摩托车嘛？有什么契机喜欢上摩托车？因为当时是这样子，原本想去学驾照的，他需要很久的时间，可能来不及，想着说先修摩托车而已，对，所以就摩托车就是考的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那摩托车驾照好考吗？还可以，对我来说，对，我都一次性过的。那就是你有过想下赛道或者是成为赛车？有，但是下赛道这个太耗钱了，暂时先好好赚钱，因为你下赛道你得租车，租别人车，你要是压弯，你压弯压不好，车一摔你就得赔钱。人也挺，对，所以先得那什么。最近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演唱会有票吗？演唱会有票吗？真没票，真没票，我就自己只有两张赠票，爸妈给完之后就没票了。对，没事，我不跟你要票。你给我票，我也不会给你。我不给你看。那就是我们有个固定环节，就是问自己三个最后几个问题，然后翻上我们答案再说。可神奇了，这都是十岁玩的。夏之光。未来十年会暴富吗？不要急进，复杂的事情简单做。哦，下班了，辛苦老师。没结束呢。不是复杂的事情简单做吗？那就买张彩票就可以了。哦，我 get 到了，我现在立马去买。十二大一首，rice， 赤子，然后第二首啊，九大侠，十的背景色，要，下一首，要九大侠，十的背景色，说，最后一首，四首啊。耳朵起茧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真找不到，听不到，没有第四首，真的不太明显。你听得见第四首吗？没有第四首，太小声了，你讲，音比没调好。哦，行吧，第四首是喊什么名字？你自己听哪有喊什么名字？你音比调太小了，听不见。然后这首是二十四，你猜是哪一首歌？有情景，你是你，或者你的心，和也玫瑰少年。然后就是我是基本都完成了。还有？没有了，最后就是奖励的惩罚了，算一输一，要抽一个。这是什么？都不知道什么，就随便抽是吗？我抽两个什么意思？哎，请会火的朋友安利大家来看《班的班长》，这是惩罚是吗？奖励。啊，奖励。这还有另外一个奖励，要不变这个奖励？我看一下先。经纪人们，请把这烧掉。我可以啊，主要是你得看他们也得，我是 OK 的。你要知道，这不是我的演唱会，这是我们 Rise 的。这是奖励你抽的，这惩罚你抽的。那是奖励你们吧，那不是奖励我吧？用安徽话唱一段《什么是快乐星球》或《我害怕鬼》。我害怕鬼，但鬼会上火分毫，是这首歌是吗？果然是同一个大事。没有没有，因为前两天朋友圈听到的，这首歌哪儿土了？多洋气！河北话怎么说？我害怕鬼，但鬼未上我分毫。我
不怕人，但人什么玩意儿？这我不会唱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多少？三个是多少？你可以上班了。这什么？这奖励你奖励我呀？你得。发给我发个微博吧。这就发一条啊？你得什么得发个十条吧？福利环节，用特别的方式给我们讲。要不你别发微博，你就花钱买个热搜好了。拜托了，班长，会火，好不好？词条给你们想好了。弟弟，醒醒，你看看我像是有钱的样子吗？打个吧，特别的方式怎么特别？你刚才挺特别的。那就那个，算了，摔坏了吧，没有特别的方式。我是个很 boring 的人。我也是很 boring 的弟弟。巧了吗？这不是？那你直接你把它盖住啊！你过来，你过来露个相来，我们一起来打板来。那我们特别一点，我们就等着他没电。你时间来不及。啊，是啊，我要下班了，拜拜。